笑面红山来走，过去啊过去，是相约过后壁到，如今江水照上流，只有阮，只有阮一人。我戆戆啊在等候，日子一天一天过，阮嘛一年一年老啊。何时何日相逢后壁到？唉，讲到我活到这大汉，我头一摆做这款的代志，我咧替人约会啦。今仔日阿辉讲叫一个小姐，比如下辈下到两三年啊，煞煞甲人见面的这东西，煞煞歹势，煞见笑，煞煞眯起来，叫我来代替约会，手提一朵这玫瑰花呢。等我那有一阵仔时间呢，奇怪，这女主角那也未来啊。来，大概就是这个小姐。我夜这里会讲要找人，到即马嘛无看半个人啊！就这样。玫瑰花。这位小姐，你哪会手提一朵玫瑰花？你哪会手提玫瑰花？我是踮在讲要守好势。我嘛是。提一朵花来做信物。我嘛是呢。就是你啊！你是陈小姐，陈盈杰小姐。对对对。哎，就是你啊！就是我就是那个张先生哈，是我就是张先生啦，安尼今仔日甲你安尼下配下家过通两三年啊，这个机会甲你面对面安尼见面安尼，算来讲必有安尼头一摆见面啊。真歹势啊，两三年来吼，啊唔捌看过你的人，啊看到你本人我真斯文，我心里一直跳不不停，歹势个。我唔是讲个。你甲你的人吼，甲写字内底吼，写了艺术含义的人吼，一模一样呢。是，看来你写来讲。感觉安尼啊，你会记旧年无？八月十五迄摆无？啊，我写的是诗句啊。是写啥物？你写迄啰？窗前明月光啊。疑是地上。疑是地上霜啊，对不？对对，啊，佮敢那个傲莲呢？哈。傲莲，安那你会记袂？啊，对，我会记。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我买只股，我刚才倒掉唔对，唔是，对对对，啊，陈小姐，我今日见面看到你这个人呢，真老实啊呢，够高义啊呢。我阿弟人嘛，就老实的呢。我不是，陈小姐，我不是，陈小姐，我想讲话咧，阿你讲欺骗，这是不好的行为。无你若无欺骗我对啊。我想要跟你坦白一件代志啊呢，我其实我唔是张先生，唔是阿辉啊先生啦。你即马讲啥？我今仔日我是代替阿辉啊来遮甲你见面，甲你约会啦。哈？你是代替啊？是，啥你卖生气？啊，即马世界上够有啥代替啊？是，我知影即款代志啊，那太荒唐。但是安尼张先生甲你同辈遮侪年，就认真咩啦？今仔日甲即个笔友见面啦，煞安尼煞安尼近乡情怯，煞歹势安尼，煞叫小弟讲我是伊好朋友啦。啊，生出来，那大体性格也会一个。无，伊是安那唔敢见人哟。哎，伊讲伊生出来，生出来安尼长得蛮难过的，所以啊，也不是讲无缘投啦，是讲安尼有时个自卑降低啦。啊，所以派我这个朋友先来探一下无，所以你拄只讲到遮侪安尼，哦，我派谁哥你个讲到秘密拢老熟。啊，你即马讲你哪会使？迄人个先入为主，啊，即马我看到你，我介意你啦，啊，伊种型我哪会介意？
你想，你顶想人也袂歹，你也无看到伊人咧，对不？啊，你唔通生气咧，无啊，即落咧做中间人啊，拢煞共代志。啊，袂啦，我安尼我唔卖啦，我袂来走啦。就是，哎呦，你对我较好做啦，对吧？火紧烧起。啊，本来我是足温柔的啦，你知无？但是我听到安尼吼，我规人都。鬼拢变形了。啊是是，是是，这个东西是是慎重起见的，起码无定了，点么吹风，点么抹油，抹一个乌肉巴骨，对不？这嘛是心意啊，你唔通安尼来，朋友来个替，好朋友嘛要斗赞助啊，你唔通安尼讲。是讲安尼也好啦，你叫出来给我看一下，我咪这无这架势也袂使啦。哎，我上，借问一下哈，我看到一个少年家伫只拿拿手。你是目睭脱汤呢？你只要看到人拢叫欧巴桑呀，这边小姐还未结婚呢哦。哦，拍手拍手，走啦！我看到一个少年家伫遮咧等一个。你是不要看呀，我还没有结婚啊。啊，未结婚哦？哇，真安尼看未出来呢？啊，看起来敢若未出生过三个。拍手拍手，我要重要代志，我甲一个笔友啊，车配三年我啊，我今仔日要甲伊伫遮见面，我先叫我朋友来探看嘛。那是迄查某生了歹，这条代志我来跟酸。啊，安怎？电话你拄则有和这个查某人的哥哥电话？阿辉啊，你这家己我无跟你动了，你都一直讲了，第四人你怎样？什么第四人？这个胆小者，哎，这圣诞，你确实手提这个？你无看到摕玫瑰花啊？是什么？目睭又红，这条你必要单眼结小姐。我这么这。这上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我是卖鸡鸭饼的，我为啥金贵哈？我卖吃鸡鸭嘛，哎，安尼你哦，你两个真速配哦，哈，是啊，这么懂哎，我淡薄的，是啊，你这怎么？生阿你就惊走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哦，这就是迄落跟你同辈三年，张阿辉啊，哎呦，我歹命我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滚哪会吃不惊？身体拢是这款样。好用，这是你我注定的姻缘，谁人来讲嘛讲无情。这小姐安尼出嘴够伤人啊！是，拄则别人讲，佮人问啊，耳机上佮生三个，你这我上？你即马伤我呢？你伤我偌忝的？你敢知？我哪有伤到你？你叫蚵仔上，说我找我人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你安尼个讲的，你看到你本人甲你配来的说下，是你家己无熟悉嘛，对不对？讲172公分，对不对？吓死人啊！哎，拄则迄个歌袂输，敢那是冲着我来唱的，管啊！哎，啊，你无你当作你做引导的，笑死人，唔知安尼。那做笔友，佫叫人代替，你规个唔敢见人，唔知安尼讲的啥？哎呦，你是唔知一批来，这是安怎写的，对不对？啊，那，佮伊这款型完全是无共款的，哇，歹命！啊，两个拢在画歹命啊！谁没有很强？讲什么？伊亲像天顶的仙女。我来讲什么？伊亲像古早的西施，啊，讲什么？啊，你爱我千千万万年，啊，讲什么？伊永远永远袂变心意，原来拢是花言巧语，啊，全部你骗骗去，原来你是。达到目的只做你去，啊！我恨你，
你的爱玲到底在哪里、啊？不是讲爱玲，我唱这个歌意思是讲你嘛是以貌取人。什么恭喜万年呢？都我的苦命，都唱你台面的爱情外面啊，那个狡辩啊，你为头就伤着我，不是我伤你呢？头前是你伤我呢？我想讲，哎，记着伊啊，我看到我就介意啊，对不？哈，啊，你这种型惊死啦！哎呀，你真正是唔怕死，这是搞死囡仔，这你俩介到底哪里去？对不对？我来做一个中间人，陈小姐，你小片嘛伤寒，啊，170你嘛小看安尼，啊，人拢咪加减咪骗，伊嘛骗我。你嘛，我都会骗你，我是骗你什么？你骗你，你骗我讲你足斯文，啊，洗了足缘投啊，对吧？你哪有缘投？你这讲话嘛无熟悉，对吧？而且讲你派我来做代表，头一点就擦掉人小姐的这个诚意啊！伊就讲，要不你要不来就几百块倒起来。其实我跟你讲，你两个看起来够正素配啊！哎，我讲是有影的呢。嗯，这人就是爱讲有缘。其实你两个是拄只出来，见面就咧冤家啊！对啊，哎，不打不相识。哎呦，欸、这个很有意思。讲起来是不是冤家不聚头？哎、欸，其实这嘛是一款的缘呢。就，哎、欸，你唔通安尼。你来讲，你即马丢啥？他在想，他在想，我咪是即马就丢丢啥？只不过是讲安尼，你阿未结婚，但是看起来敢生过三个，这真正是讲宝贝，我咪袂歹。你安尼，你意思看到伊？啊，所以讲这个笔友千万唔通叫别人去带队。是啊，这样诚意。你意思对伊真介意？对啊。这个婚姻是一个一世人的代志。嗯。所以讲姻缘可能就是安尼去定下来，就是。但小姐，不过对这个缘分你……哎，对啊，说不定你就是因为我才去识识到这个少年家。没有啊啦，讲的什么话？你嘛不讲。你问到我啊？哎呀，啊，我就怪你这些人啊。啊，够了，够，唔免看伊啦。嘴里硬去陪他。你结婚了没有？我是无希望，我已经有家啊，有某囝啦。安尼啊。有看无？对不对？这都唔是讲你嘛，好的物件早都无去啊！我跟你讲，就剩咱两个伫遮，傲气拖皮。啊，哪里嘞？哈。歹势，这边也未结婚，但是捌离过一摆嘞。24岁。你得好好考虑啦。是讲人生是袂歹，安尼啊，是讲人生嘛，憨憨嘛啦吼。哦，是讲无嘻嘻嘛好。你是同意啊？啊，无要安怎？你成功有眼光，40岁佫敢若一杯瓦哩。哎，阿你唔只好气对吧？当冤家嘛对吧？人讲这人生憨憨憨憨较快活。哎呦。唔通太阴的，受着会惊。有人真温柔，唱啊真好听。有人真古意，定定嘛是有人变卦。这人情怎样才快破？人讲这人生，嗨嗨嗨嗨路好行。唔通冤头望，望着会望。看久就会望了，我跟你讲。小姐挂个老情，我都跟你讲，陈小姐慢慢慢的欣赏，仔细的欣赏。对对对，听伊唱歌了，才能加温柔的路线。是啊是啊。来来来，你那个底下最人有个阿莎莉，伊爱着的是你，但是佫会使接受我。哦，这真正是无简单。这嘛是接受的。
我是讲无鱼虾也好，讲实在。对对对啊！啊，你即马讲什么？我会等只收过只收你安尼啊？是讲恁他含虾也都拢无啊？我咧讲，安尼就惨，就惨。来来来，我结果落尾是失去一个海，一尾海棠啊！哎呦，什么海棠？哎，无无鱼钓虾啊？没鱼钓起啦！我来给你配一个做纪念。啊，个纪念嘛。我假装比有三年，就无简单啊，促成这个姻缘。来来来。